谢主持人。谢谢。对，嗯，对，有点尴尬。哎呀，时隔一年站在这里。知道为什么我现在要站在这吗？因为下一支是我们的弟妹董，弟妹的董一。嗯，对，好，你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。他没有笑话。很自然。各位可以有骄傲吗？我们标明确点厉害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我们今天比较谈那个随性 solo。对，嗯。不是啊，讲错了。Sorry。好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小只的那种，蛮可爱的。它真的好小一只哦，很贴心的存在。很矮，一直说自己有154，但我觉得没有。常穿垫高鞋。它比我矮。它蛮尽忠职守，它都会罚我们钱的。有需要它帮助，它就会尽力帮助我们的一个人。哦，对，它会做饼干吧？好像蛮贤惠的，两根大拇指的啦。小小只呢？好，我要模仿它吗？交社费，交社费，交社费，收钱，交社费，交社费，交社费咯。最搞笑是有一次陈宏霆在排队行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说几点，然后呢陈宏霆就说12:33，然后呢他们都看着他在笑，人家说的是几点，不是几点，白痴。他高一的时候还蛮安静的，然后后来二下反正就这句话变比较熟。他真的好吵，他怎么可以这么就是聒噪。等下郭芳老师在干嘛？我记得高一的时候，我都觉得他收的时候是很有力量，这样每个动作都会大大大那种感觉，还是很用力。他其实很酷哎，黑色白色的那个。身为总务非常辛苦，然后一直迟交钱，真的很对不起。然后呢，希望不管是读书还是跳舞，都能继续保持你的热情。不知道你还会不会再长高？你不是平均矮了1公分吗？希望你可以超越他。很开心可以成为你的 partner， 然后希望我跟你都可以快快长高，然后成为你想成为的人，然后等你学测完要把想学的东西都学起来。哎呦，能看到你在算钱啊，存钱，辛苦了。总务做的还可以。辛苦了总务，加油，考上好大学，台大医科在等你。以后我看面就报你的名字，你就让我免钱，你就免单，我就不用付医药费了。希望自己惩罚比较粗暴，然后希望学测顺利考上想要的科系跟大学，希望以后玩学测会有很多时间可以去跳自己喜欢的舞，接干什么都顺利，最后希望疫情早点过去可以出国玩。我看到你可以看我的弄头发，然后继续看我Yeah, what's up? Want to know me?
sorcery and the hypocrisy. You never top of me. Us, you, they invent. Yeah. All day, if you still frightened when I upped it, I'ma squeeze. I'm above average.